我们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，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。他说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家方就要
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培。
飒爽英姿五尺枪，曙光初照演兵场，中华儿女多旗帜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我们的
教我的努力，起来全世界守护的人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旧世界那个落花流水，努力们起来起来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，这是最后的保证，团结起来。